演员吴刚是这两年爆红起来的老戏骨，人民的名义让吴刚大火起来，当时很多人以为他会昙花一现，但他后来在《战狼二》中扮演的一位老兵，虽然不是主角，却又让他火了一把，再次证明了他的演技。在近期热播的网剧《庆余年》中，吴刚扮演陈萍萍，许多人觉得装扮得太妖艳了，辣眼睛，但是都被后续演技征服了。真不愧是有实力的老戏骨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